然后送出国，送国外，拍照片送国外。露露会愿意在接受新冠吗？我怕他咬伤他。或许他比露露还凶哎。露露真的是过时，什么东西？而且露露现在就老了嘛，等他长大了，他就比露露还强壮。露露就过了。然后就两次，两三次之后他会有一次，这已经好漂亮了。